像从外面做网线的工厂很多，能不能说说我们工厂的优势啊？这个太简单了，就是两个字，贵。啊？什么叫贵？我们的生产设备贵，我们的一条产线价值2000个 W， 一般工厂哪有这个实力？那带我去看看呗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Rex 成卷机，美国进口，价值120个 W， 百通指定设备，光一年专利费就要8个 W。高登的承揽机，法国进口，400个 W， 国产的只要40个。高登的进口机，法国进口，300个 W， 国产的只要40个。罗森泰串联线，奥地利进口，全世界最牛逼的串联线，价值1200个 W。国产的只要50个。这些设备那么贵，一定很牛吧？一分钱一分货，这些设备精度高，速度快，故障率低，做出来的产品质量扛岗的，7类8类线随便做。看懂没？这条产线就是设备中的劳斯莱斯，一条线可以买人家10条线，这就是咱们工厂。